越来越大的哦，越大越下来的。好，这首歌又是美丽主唱，他来介绍一下。不是，是你要来介绍，因为是你写的歌。是这首歌，好的。我在参与唱。我看错歌词，歌名了。这首歌就是有一天晚上，突然间有灵感这样，然后歌词是在表演前两三天硬凑出来的。好了，这首歌叫《并不是全部》。对，欢迎大家，上网，有吗？没有，好，对，以后啦，会有专辑，会有这首歌。它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唱完了还是不知道是？它就是那种有没有？你解释一下，老哥。对。请问你洗完澡吗？洗完澡了，没有啦，就是，我也不知道我写的词还没有修啦，反正大家听一下，大家听完你们告诉我是什么感觉，对，好，不一样啊，因为那个感觉放进去一下下不一样，对，啊，可以吧？等一下大唱完的时候，我们要宣传一下我们乐团的活动，这样，好，很好，对，好。好，只能看你渐渐远离，我愿和你付出了心，却轻易背弃。谁会在意不肯受伤？
感受到什么吗？你的身影专雅专，那个安跟昂分不清楚的，就国语需要再重新召唤一下的。专雅专，专雅专，壮啊壮，就把放放在那个上面。以前那个吃饭的饭跟放东西的放都搞不清楚啊，不然你们那次嘛，跟你旁边的朋友讲，把饭放在那边，念快一点，放，把饭放放，对。这么快就轮到了哥，再敬一下各位好不好？敬一下，哇，新年快乐，新年おめでとう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